真的是到平安主场，因为那个 MV 做了两段，刚刚前面是香港。参与平安这个来听讲的这些学员是他们特别选出来的，是优才专案，是选拔出来的。那这个场地容纳将近500人的会场。义卖所得40000人民币，全数捐给爱点基金。